献上我的感谢。所以常常知道孩子在过往的日子常常跌倒，常常软弱，常常不知所措，但主啊，你赐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，谢谢你让我们从头再来的机会。主啊，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可以得丰盛，就像我们刚才唱的第一首歌一样，因着耶稣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。一起分享彼此的苦难，彼此的需要。主耶稣，你就像朋友一样在我们身旁。谢谢你从那坐在宝座上高天那一位君王，愿意降杯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成为陪伴我们走一辈子的耶稣。感谢你。无暇无小朋友请到前面，大家都